马爷手底下除了他的外甥刘冰以外，就属他的养子名头最像。据说这几年在境外帮马爷赚了不少钱，是集团的钱袋子马爷的心腹。但他从不插手生意，是在背后控制现金流。你这么能折腾钱。 想必你就是那个从不露脸的杨子吧？果然，什么事都瞒不住父母。马洪涛派他的杨子来接方林，是有多缺人手啊？接方林这事儿。 跟马爷无关，年轻人嘛，跟老一辈的规则底下玩多了，难免会有不顺心。我接方林是想自立门户，少在这废话。是不是马洪涛派你来的，你都得死。我死了，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我可扣下俸禄，这从来没平安过马洪涛。我今天要死在这儿，不应马爷动手。 你以后不久，公司大小账目都在我手上。你要是弄死我，马爷手下有多少人会认为你从我手上搞走了账本和销货渠道，就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。我，你好好想想。 这世界很酷。